小腹肥胖在生活中是一件让人很困扰的事情，不仅体重严重超标，仿佛随身携带救生圈，让人感觉你怀孕，并且太肥胖也会引起一系列的肥胖病，痛苦不堪。为什么会小腹肥胖？中医认为，腹部肥胖主要是因为人体的带脉阻塞导致的。带脉这个部位是身体微循环最薄弱的地方，一旦它循行的力量不够强，就不能再约束腰部及腹部赘肉的生长，就好像我们的腰带坏了，没有办法扎紧裤腰一样，赘肉就会蹭蹭地长出来。大蒜减肥法，买新鲜大蒜，去外皮洗好，泡在盐水中半天或一宿，捞出晾干，把醋和糖倒入锅里煮沸，然后放凉。这个密封的器皿，把大蒜和醋压入盖好，醋要腌过大蒜，头几天要搅一搅，等上半个月或更长时间，吃起来是甜的哟，不辣就可以吃了，可放点糖，每天吃几颗就可以了。大蒜减肥原理，大蒜属阳性食物，能有效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并且降低身体的脂肪，它可以影响到身体某种瘦身成分的分泌，对于预防体重增加有非常好的功效。它被称为头号系脂肪，每天吃点，光油排脂瘦到 A4 腰线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